按字排下来，云鹤九霄，龙腾四海。对，他都知道，就相当于上学这个一年级、二年级入学时间不一样。啊，我也找我师父去要过字儿。哦，你找他要过艺名的这个字儿？对。哦，我说师父，你看我干爹那边云鹤九霄，咱是不是也来一个？没有那么高的文化，哪怕您给一个麻利麻利哄。你们这真儿拜的是济公，我都和尚门徒弟是吗？阿弥哄啊，好歹有个字儿啊。对，对不对？我师父说咱们家没有字儿。哎，我们不拍字儿。我说你好歹给一个。嗯，哎，我师爸急了，没有。你要喜欢，你照着来一个。哦，他这一句照着来，嗯，我就叫冯兆阳了。那你应该叫冯南阳啊。嗯，不光这个呀，往后还有啊，郭兆林。啊，郭兆阳，对不对？这都是给的字儿啊，我就都照字排了。您没给，我们自己起的，还得自力更生了。Nice。